心在世只有两字，一字情，一字义。出心计，人出汗自在出头天。咱的恩情世着注定，咱的爱今生来完成。手牵手，心斗阵，把握好时机，亲像飞龙飞上天。出心计，男子汉志在出头天。咱的恩情世着注定，咱的爱今生来完成。手牵手，心斗阵，把握好时机，亲像飞龙飞上天。谢谢凯阳还有东东老师好。啊，我看到你，我因为我迄当阵啊，你常常来时，我都看到你。啊，感觉你虽然甲迄当阵啊无啥物变化啦，吼，无想伤大，但是你头阵啊，你清唱迄条，迄当阵我是惊艳。我感觉哇，你其实吼，你差不多会使去迪士尼啊演歌剧啊。我感觉你的声音天生歌手啦，就是安尼啊。啊，凯阳是你才有一种气质，跟气质就是啥子？明星、超级巨星的气质。我感觉你一出来，不是你戏服的关系啦，是你一出来一款大将之风，你所展现出来一款吼，我感觉你就是台湾未来的未来之星。啊，今日足荣幸才看到大家表演。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哇，我妈的，刚那段话都鼓，我也被鼓励到了呢。好，真的好羡慕你们会能够有在音乐的领域里面能够这样子的曾经自得其乐，未来也会成为你们的力量，这是一般人都没有的，对不对？哈，非常的这个感动。好，接下来许常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彤彤老师好，你应该跟上姐同一组，因为你的脸都没有变。啊，我觉得脸表情没有变的小孩子哦，可能都有一种魔力，就是让自己的某种特质哦青春永驻那种感觉啊。就是我看你刚才那个表演啊，我都以为说啊，这开始读书了应该会生疏，其实都没有。光你跟你妈妈讲说，那个衣服会卷到轮子里面哦，我觉得你超专业的。